欢迎回来，华视最国际，我是方子琪。来看到全球暖化的问题还是非常严重，在瑞士东部这一座村庄，您看到因为高处的巨石可能塌下来，当地政府就下令全村要在十二号晚间之前全数撤离。您看到在直击的画面，这山丘上一大片区域现在已经光秃秃的剩下沙石，露出大块的岩石。那么瑞士政府就指出了，这其实背后是因为全球暖化加剧这土石侵袭，让岩块非常可能大举崩落，因此他们已经下令要大家赶快撤离，包含一些区域已经被封锁起来，甚至还出示了这样黄色的警示牌，用五种语言写着要大家注意落实。晚间九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六十分钟，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Nine， 陈雅玲世界晚报，给您崭新视野。